我是 Pola。嗨，我是甜甜。嗨，我是盈盈。现在呢，我们在新人夜市又干嘛？来，十字接龙大作战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抽第一样食物的字头，再抽最后一样食物的字头，限时一小时，接到最后一样食物即可过关，奖金3000元。失败处罚画脸，红绿灯，红绿灯。中间不限几种食物，每样食物都要吃一口才能找下一样。好，哇。你就穿幸运颜色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噔，盐、水、盐巴、盐水鸡、盐酥鸡、盐水鸡、盐水鸡，对，都可以。好，这字尾，字尾。这个是最后，最后一条食物的字首。梅，哇，好难哦。玫瑰。出吗？就先去找。出。盐水鸡怎么样？盐水鸡还是盐酥鸡？等一下哦，都可以啊，看你。我现在来看，我们会先遇到盐水鸡还是盐酥鸡？哎，好啊，我也是来，每次都要吃那家。哎，所以盐水鸡我们可以接什么？鸡排。鸡排啊，一定要先简单哎，蛮想吃的。鸟蛋真的。鸟蛋哈，不知道会加鸟。好像很难哦，什么鸟？最后一个字尾是鸟的。我们要点什么？我们要吃那个嘛，对不对？盐水鸡嘛。我们可能你要吃不完，老板。老板，这里。盐水鸡到手。没错。很香耶。哎，对啊。好饿哦。而且是去骨的哦。我要吃哦。嗯。啊，真的。跟我妈做的一样。鸡排。好，我们去找。我也找鸡排。不是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是我们来喽，大家。哎，刚前面是那个吗？火爆鸡排啊！对对对，就是那一家。你要边走边吃吗？对，可以帮包起来，包起来。就是这夜市有类似这种，哇塞，夸张，直接排大排长龙，每天都是，我就觉得还好。上枪。好，我们现在吃鸡排，要打开。好，鸡排，还有肉汁，还有冒烟哦，很厚哎。嗯，它的肉真的很厚，对啊，而且超级有汁的。排骨酥吗？排。排骨酥了，你们刚刚看到很多间排骨酥，对，不知道你们哪一间好吃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应该差不多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。哦，是啊，刚才过了多久？我不知道，怎么办？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就快点吧。反正摄影大哥会告诉我。你好，我们要一份小的就好了，小份的那个排骨酥，对，50块，不够。我们的白骨酥来，白骨酥，张家店。好，血超丑。出那边。酥皮浓汤。酥皮浓汤，我。酥皮浓汤。去那个贵差世家。对，贵差都一定要吃很多的那个。酥皮浓汤，而且他们都是现出来，对，而且还会广播，然后还会广播，然后就酥皮浓汤这批出来喽，出来喽！我们要怎么吃呢？就把它压，好，就压中间的洞就好了，不要太多。哇，它整个下去了。这家店叫猪大郎，猪大郎，它有卖猪血糕。这家是不是新的啊？好像是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直都卖。哦，我想说是多卖的，这么刚好我们很需要它。我们刚好很需要它哎。还要汤就好了是吗？有我炒酥皮哦，来谁先？好，我先。成功。好，来写上去吧。浓汤。我们要去找汤包吗？汤包吗？应该有吧。哪里？老板人真好。前面，你看我们这条全直接搞定，我们这一条完成。好，谢谢。汤包儿，
我们都没喝到饮料。看到了，但我们要外带。哎，我上次在这家买酸辣汤哦。所以你们决定做的是吗？好，好，汤包就是早餐呢。你们早餐有在吃吗？然后里面都很多汁，都会喷汁。好，一定要先咬一口，以免被烫到。对对对，因为它会喷汁。哦，真的很多汁哦，真的很多汁哦。哎，每次去吃那种多汁的那种汤包啊，如果破掉就很呕哎。对，哦，像我现在就破掉了。汤包，刚是不是有看到包子？有吗？我好像有看到那个什么小鸭包，大家去找找看。什么小猪包的？哦，你说那个可爱的那个，对对对，我有看到，我记得在那边。好，对，小猪包在那边。好，在那边。我们现在在跟那个比熊拼冷气。包子，请问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边包什么？芋头。好，芋头，我可以，可以，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OK， 就他了。恰到好处，不会太熟。哇，好好咬哦！
点点去买宵夜咯。好，我也想吃很多。我也想，我也想，我也是。他想喝西瓜汁，没错。瓜子好吗？好吗？如果大家喜欢这系列的话呢，就在下面帮我们点一千个赞，我们就会继续拍哦。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箱。那吃货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